交给题主。热闹的芦洲夜市，只见眼前的这处摊贩，顾客跟老板吵得不可开交。灰衣男好生气，指手画脚的对着店员一直骂，干嘛要这么生气？原来是因为外籍女友买了栗子回家，但怎么剥也剥不开。男友气得回摊商找老板理论，双方甚至还爆发激烈冲突，女友还跑回来加入战局。事发在18号晚上，冲突原因只因为一包栗子。男子为了帮女友出口气，竟然暴气地打摊商店员。老板娘站在一旁也火了，认为对方实在无理取闹。附近民众见状，眼看不对劲，立刻报警。但冲突这还没完，辖区员警火速赶抵现场，双方还是很生气。事后通通被带回警局，也互相提告伤害。只因为女友栗子剥不开，就对老板大打出手。这下进了警局，想逞英雄，面子也跟着丢光。